今日是很黑暗的日子，对于今日法庭的裁判，我和家人都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。我和任权在过去五年来受到极大的困扰和压力，所以对今日的结果感到非常难过，但是我们都会坚强和勇敢面对，我们会上诉。加油！今天有没有代珍珍跟香港人说啊？珍珍现在站在上诉香港人，有没有说啊？珍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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